炒塑料的手劲，利落的切菜手法，新竹联络处美味志工堪比专业厨师，准备190个素便当。但是要警察，还有那个移民署的，还有那个人间企业人家吼，因为上人讲，咱吼推广素食给大家吃，今后疫情紧走去吼。其实弟兄姐妹也特别这个体谅我们防疫期间这个警察人员的辛劳所以特别制作这个素食餐，这个非常感谢。冠状病毒的英文，先把它分开排列组合，然后组合回来一字不漏组合回来就变成肉食性。其实我平时大概也会利用几餐的时间来吃素食。个人觉得吃素会让我自己的身体会比较轻盈，而且精神比较好。如果没有筷子，我们这边有准备哈。健康要内外兼顾，布口罩与素食餐一并送上，防护力加倍。可能就会慢慢的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嘛，可以试着去尝试吃看素食，因为其实吃素食对自己的身体免疫力也是有非常好的帮助。承诺不止嘴巴说说，企业员工签下蔬食发愿卡，斋戒护生从现在开始。台新闻真善美志工詹义明、吴雄林新竹报道。